有，打死他好不好？真的吗？对，要是你赢了，我请你吃一个礼拜的宵夜，好不好？我操！欸、你把花脸揍成白痴，把揍成智障，我请你吃一个礼拜的宵夜。你就是往死里打，打给他死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那我跪下来。说句话，花脸。选谁？我选吗？一声不吭，只问细节。只问细节，那就是八字了、欸。是花脸拣选，花脸拣选。好，我选了，那可以啊。你要那个海牛可以选边，选边啊、喔？对，我选红方。好，换边换边。哇，我输了。有个一个礼拜宵夜啊，打死他！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，相信你。还选海牙哎、欸！哎呦，海牛造型已经先输一半了哦。呵呵呵，小。这造型很差劲的，大家都买用那个最新的，射起来才有感觉啊！丢丢丢丢丢的，我没有破那一期的盛典。哎，星星说海牛替我报仇，我们大家都看好你的牛哥，真的吗？没错，好，花林家一声不吭啊，点点加三花弓啊，他现在一出手就把你射成白痴。大家给我爽了，你在那边在那边讲，很紧张呢。好了，加油啦，加油加油！看到这熟练度啊，熟练度差距已经打出来了，一个真金虎，一个铜牌呀、啊，铜牌熟练度。来到传说对决，对不起啊，没办法。牛哥要不要不吃野怪？不要跟我这边邪门歪道的啦。想在那边跟我打邪门歪道了、哦，等等，你在哪里呀、啊？我闻到你的位置，完了，兵怎么飞这么远？啊？哦，好痛，很痛哎、欸！你很强哎、欸。偷吃小野，你真的很厉害，好扯、哦！我一镖都丢不到哎、欸，完了，我有什么用啊？有什么用？哎呦，换成雾开哦！你知道我有什么用吗？我虚张声势功用。海牛加油！欸、吃哦！他骗你！哎呦，骗到狂乐，好赚，好赚，牛哥好赚啊！骗到一个狂乐啊！哎、哇，赚赚赚！哎呀，你年轻人，呀、啊，我更年轻。哎呦，这波标兵完了，大亏！怎么会去标兵呢，牛哥？哎，你不懂啊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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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啊！真的会射呢，哎、欸，我就是这么娘，怎么了？还有机会呀、啊！可以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，牛哥，没死都是一条好汉。真的，你那些 一路拼到底的先生们，看好了，你这全部都是太年轻了。你看这个人，从头到尾都只想吃我的野怪。个鸡巴！完了，全空！我走啊，我走啊，没差，我爽啊，我走啊！怎么？啊？哎呦，全空了！哎、欸，搞什么鬼啊？这不是一个专武的人应该要有的态度。花翎完全不跟你嘻嘻哈哈，花翎就是硬想打死你。你真的，你真的。你这要暴走，这个三万块就对了，是不是？哇，无情啊！好了，恭喜 A 了 ，A 了 ，A 了，你死了，你死了，夸小，真的吗？你真的死了吗？带来装饰的哦。我按呢、啊？
但似乎一点鸡巴用都没有。哎、欸，哇，完了！哇靠！哇哇哇哇哟！哇哇哇哇哇！我靠！我操！为什么海牛？我们的牛，海牛打线都会感觉好像很烈，然后突然就会来一波，来一波秀爆那种。我操！你们呢？秀爆！我操！我看不懂你们操作，这也能赢？这什么废物操作也能赢？来，请进，请进聊。花莲要红包吗 ？Go go go！ 我相信这，我相信完了，我手在抖。神秘，我找不到哪只，怎么办？神秘精湛的表演，我们牛哥不简单。又是为表演而生的男人。太强！三天半的宵夜已经到手了，这三剩下三天半就靠我了。加油，牛哥！可以呀、啊。我们第二周的荣耀 ，OK？OK。哎、okay. okay. 啊，还有我们龙哥呢。我们龙哥今天赢定的啦，我认为啦，我们龙哥跟鬼一样了。他对谁啊？天才。我靠！你确定？当然，我们龙哥跟鬼一样了，我只能这样讲了。龙哥超猛的。操，这么无情！你这边是我比较担心一点的啦，加油啦，还有一场。没关系呀、啊，可以啊，你会有宵夜吃的。不会啊，你会把我宵夜走掉。哎、花莲刚学了现学现卖，忙死落一波，装弱流。真的假的啊？哇，这个举动很鲁莽啊，牛哥。谁鲁莽还不知道嘞？完蛋了！不会啊，怎么会完蛋？哦，你知道、哦？没有，我没知道啊。但单完蛋是他。啊！先喊先赢是不是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我什么套路啊。我有。不用啊，我不用正常打。我自己都打不懂，我就会赢了。我靠，感觉占据了，你会不懂，占据了满满的优势哎。你是很想要他，很想要这只瘦皮猴，对不对啊？对啊。哎、欸，瘦皮猴是我的。你是很想要回家、啊，那我不推了。欸、他提220。这是我赢了！哎、欸，你犯规！你要卖掉，你要卖掉！什么东西？你的那个魔法要卖掉！现在不能出魔法鞋啊、哦！可以啊，啊，你要直接买啊！你不能，你被抓到就要直接卖掉！啊，什么？你第二进去就把那个魔法卖掉！没差卖啊！快点啊！开始啊！来啊！抓包！好啊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！只买一双给你看呐、啊，有成人的象征。给你看啊来啊！下属你，哎、欸，干嘛、啊？下巴被我坐下来了、欸，哎。哎呦，阿威，被抓包。哎、欸，搞什么鬼啊？专精抓包人的是不是？打到现在。我看偷买的不少，第一次发现被抓包了。对手抓才算呢、啊，我不会去抓，你对手要自己抓。哎、欸，算你狠呢、欸。哎、欸，吊打你100多块、欸，超狠的好不好？没差，真的没差。你是觉得我有差？其实没有啊。哎、经济差多少、啊啊？差550是不是？我跟你讲啊，我差不多输定了。又懒得招，又给我试过一波。没关系哦，没有关系。啊，没回到，这鸡掰输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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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输了。
啊，输了啦！哦，隔一波呢，欸，很痛，比我妈打我屁股还痛。中，完了，出事了阿伯，我得想办法赚回我失去的这多少钱？这跟打篮球一样，你现在输分数有没有？防守一波就可以了，兄弟。知道吗？没错没错。好。哎呦，完蛋了啦！他看起来不想给我防守啊。你讲假劲弄破啊，最好是不要再往我这边靠了。我跟你说不要靠了，狼打伞兄弟，完了，别躲开，没兵了哎、欸！因为你带伞就是要做这种事情的、啊。哇，我们一代拳王竟然发生了这种失误，被我抓的正着哎、欸！你是在偷吃小猴子啊？吃完了啦！可恶，女生还有治愈啊？对啊，刚连那么紧急的时刻都没开了，我们牛哥就是沉得住气。这么紧急的，人都要死了，还没开治愈，强沉得住气，强。知道为什么我沉得住气吗？完了，我出错装了，我输了。我原地投降好吗？是5000块哈。对啊，你是想差那时候？哎、欸，这不像你耶！哎、欸，稳扎稳打，保持领先优势啊！哎、欸，都抓到我偷买那个220了！哎、欸，搞什么鬼、啊？先跟我说，你看贵到5000，快输了、啊。不会呀、啊，你要相信自己啊！哦，很痛哎、欸！你周围也好痛啊！哎、欸，快不能回城哦，要回城要趁快哦，最后10秒。来输牙啦 ！OK， 我们进入到不可回城模式。啊！我死了、欸，我输了、欸，我输了，已经输了，你知道吗？KO！ 精彩精彩，出事了啦！没办法，海牛刚那个小猴子必须偷啊，他不偷的话基本上没了啦。对不起啊，我错了。你下一把要选谁？精彩精彩，下一把掷硬币是谁选我不知道。